哎呦，哎呀，比较没有毒，还可以。我要死了！我也中毒哎，为什么？没关系，还有充能，还有护盾，暂时不被打到就有护盾了。我还有一点，快没了！加油！ 75%后面有人哦！我大量蜘蛛，大量蜘蛛！哎，我只用炸！大蜘蛛来啊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加油！我觉得那个少见塔真的太好用了。 保护我们，不然子弹真的超少。跟随少见塔的动向就可以。哦，上面又一只大只了，烧死你！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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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死在这个范围好像就不会有毒。呀，虫子有毒啊！虫子完毕了。充能可以走，可以走。 他不是坚持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哎呦呦，那个补给舱还可以再叫。哦，我需要补给舱。因为我叫了，我叫了。炮塔的弹药没了。还好刚刚那个有挖很多。啊，谢了。我压死他，补给舱快点来！来呀来呀来，压死他，直接压死他，好猛！你们先拿，你们先拿。啊！哇，一个中毒，顺便补血，很棒。 鼓励他，鼓励他！我的炮塔，那个炮塔在打了，上面上面上面，哎，萤火我还没拿哦。哎，赶紧拿！上面的我来，我都烧走了。好了，后面。 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哎，炸死你们了！要来更多，我这好像是小的，还好，对啊。小心大的就好。应该矫正太久了。呵呵呵，大家怀疑他的秒数有没有在偷偷增加？准备回航。 快点登机，看一下我们现在登机。登去哪里？他们怎么登？怎么登？要回去是不是？哎呀，最下面，这里，我这，直接回来，直接可以进来。都来了吗？都来了吗？还有。这里，这里，哟哟哟。水啦！水啦！水啦！举早就坐下来了。坐了很久。 你刚好在我后面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彩彩？繁星，嗯，举呢？一回头，他就坐在那，老神在在，<笑>坐在后面翘着脚，有没有想说前面人在干嘛？忘记了，安全带都系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V6啦！第一个进去看你们，慢慢来。<笑>傻眼。 一脸就是怎么还不走吗？<笑>做好了吗？<笑>还在等什么呢？哎、欸，完成啊！待确认的专场，上次没给大家看，我们结束才发现它有专场可以点。对啊，嗯，领取。 有6点哦，可以点到第二排了。嗯，我看看、哦，<對>第二排哇，这要10个啊，装备2个专场要10点，所以还不够。不行，没办法。耶，新的物品可购买，看一下装备吧。装备好像也没有，专场就可以在这里装，那你要开2个啊，才有第二个。哦，枪。
宰好吧。更多伤害。哇，开始觉得大范围好像也不错呢。刚刚的范围就比较小。Reggae！ 小手枪呢？欸，我站在你们上面。啊？什么？你们怎么在我们上面？笑得超爽。哎呀！站在别人头上。哎呀，这音乐没有版权啊。嗯？强化一下小枪。哎，巨型。是。护盾在破坏之前可以吸收更多伤。我要加护盾。Yeah！那我要踩在头上的头上，不行，那只会一直断哦。拜拜。断一好啦，那我们接下来，我、哦、又到新的地方喽。啊，冰冰的地方。嗯。噔噔噔噔噔。采集六个虫卵，十五个异种花，行。在哪里啊？天赋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在房间。狙你不是侦察兵吗？刚刚有人说，侦察兵就算在最后时刻，仍然做好自己的本分，先进去侦察空降枪。空降枪不需要侦察吗？一点都没有必要性。好合理啊！他先帮我们检查安全带有没有问题，引擎有没有问题。他刚刚开这么久，我还不先进去检查。我去！哎，进来、啊，局呢？我在想要不要点同胞情谊，因为我刚刚被打了好几个发筒。我是被那你要问问到底是谁在打啊？哎呀，火焰枪对你造成的伤害会减少 50%。 没事啦，刚刚、啊、没有人死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移动速度更重要。Go go go！ 有有九九九 ，Let's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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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这灰云，看椅子，看地板，虫卵采集，致敬，致敬，你好了、哦。哦，小头，对不起。嗯啊。耶耶耶耶！五九。我操！哦哦哦！为什么？那个打掉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那个打掉，水母要打掉，水母要打掉。车里面。一来。车里面有。就给我们下马威啊！我的天。什么声音呢？那个，这个先，消团先挖。哎、欸，救我！我被抓着了，救我！这个你怎么拿？你在谁拿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怎么掉下去了？我被抓着，哎、欸，你在哪？我们看不到你。有会抓人的，等一下哦，我上去。我看你好远哦，你怎么跑得那么远？我被抓走啊！我回来了。啊，因为这里路也都是冰块。你想想看，就是一个安德再加叶妹，有够可怕！哎、欸，我还没抓到，被抓！救命！救命！打不到，太远了。他在把我抓去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他把我扔下去，很棒哦，懂完。他把我从高空摔下去，好棒！哇，救命！等一下，我在想，那怎么说水木啊？默默的收集消团。哎、欸，救他！又被抓了！不是，他想抓人。哎、欸，冷静！不是！感觉我的队友很嗨。哎、欸，他死了啦！
什么时候下来救我？不是，我在努力找那个可以架绳索的位置。这什么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看到一只在，它在吐那个球。哎、欸，我被电了，我被电了，什么东西？雪，有暴风雪，暴风雪，好像要找遮蔽，是不是？那我完蛋了、啊，没有办法遮蔽啊，没办法，我完蛋了，是从墙壁过来的、欸，这个些雪，有啊，我打，他感觉应该又冷了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们，哇靠，你还打咬我，怎么你没事、啊？两个人一起也比较没有比较暖啊。我这边找到一个那个，哇哇哇！地震，重暖了，重暖。哦，因为我捡到一个重暖。我们现在柜子是不是大家都很散啊？有人到底？我的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们要怎么救阿才啊？我在，好痛啊！等一下，这只很痛。有办法吗？巧克力可以帮我们打他。哪里啊？其实我一直都很多虫去找你们了。从我掉下去那个洞上爬上去的，有狙，我在这，我在这，来前面交给我。好黑啊、哦，好黑啊、哦！对，有点暗。你们看到了，你们看到，你们看到那个了。那有一只超大只，包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个少毒塔是不是？对，好耶。他从刚刚一直射，我想勾绳索进去都不行。吃你斧头。吃我斧头啦、欸！打他身体比较快。有人要爆了！很疼很疼。我跟你说，你要盖那个下去吗？我在找。对对对，他已经死在下面。我要找能放的那个位置。有吗？有可以放吗？有了。注意啦！我们来了。没事。我就这样被扔下来，我的天哪、啊！那只怪物是一只螳螂。这下面那个。是螳螂哦，对，烧团很多，消团很多，好酷好酷，啊，还是受伤了，哎、欸，里面好多花哦，对，所以都可以来弄一下，谢咯，我要找那个废矿车好去拿，还有挖补血的，哎、欸，有虫，用错枪了，来这边帮我放个那个。因为我要去挖那个虫卵。这字念消吗？消啊，消团。嗯，我挖了一些，都爬上去。消团都尽量挖，尽量挖，永远都会缺的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那个、啊、活体矿、啊，我准备挖那个、啊。好，先等一下，先挖那个虫卵。哦，好，就要找这个虫卵。嗯。哇，消啊、哦，好多哦。超多的，什么很多？消、那个小对，哎、欸、呦，找到，生气生气了，天摇地动，那我盖一个这个炮台，对，什么矿石？绿色矿石、欸，水母，感谢你的炮台，哎、欸，这个是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水母。我也需要感谢你的炮台，你的炮台呢？快点来！很多很多很多！去死！也要死！可以吧 ？OK 吧 ？OK OK 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第二个重来哦！有了。那个这个会打人会喷出紫色的汁是什么东西啊？葡萄。那個、我这边啊，你看墙壁上就虫卵啊，那边都有啊。哦、这是虫卵的地方啊。对啊，那边我挖过了吧？我要挖这里，我要挖这里。你挖过了。是啊。对。对啊。主要就是要靠挖。喔、来来，你看挖到就会震动。哦、你自己过来啊！还有我去找你啊！没有黄金欸，黄金就浅浅，还好啦。有啦，很重要，可以挖一挖。黄金可以换那个啊，材料、啊、还蛮缺的欸。黄金可以换材料欸。对啊。虫群来了，先打完这波吧。好的，好来了。上面很多。好烦哦。
抓一边抓一边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我刚刚在看那空中的，对，就是他。我看到他了，我终于看到他了，大螳螂。OK 吧 ，OK 吧，没事啊，那很多，那很多。行行行。右后方，有大字来哦。寒霜。过过过过过。还有吗？还有声音啊。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那就交给炮台吧。哎、欸，我的射程超短的啦！你的炮台超猛啊！但是我的枪好像是散弹枪。你们看一下，我再定位一下。对，我下一波是散弹枪，没办法射远程。好了，我来挖钱了。挖挖挖，都挖！哎、欸，虫虫，水母水母，虫虫。茉莉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茉莉歪。我来换东西了，茉莉。喂，这里你要去哪里？还有黄金哦，这只虫。哎、欸，我攻击力也太弱了吧！稿子枪，稿子枪。散弹不是应该要很强吗？我不知道，打得超不痛的。我们可以用主武器，我们现在消团应该蛮多的。对啊。我再挖下一个喽。软吗？对，我盖一下塔，在那边。哇，还在冰块里耶！巧克力在那里。对，我在找那个虫卵，这里有一个。捡个花。哎、欸，在上面呢。这里有花。我要怎么上去啊？哦哦，我没有子弹了。上那个炮塔子弹没了。好，我们。挖挖好这个虫卵就来。嗯，那个，等下我现在在虫卵区。茉莉在哪里啊？怎么叫茉莉啊 ？N， 按 C， 按 C。可惜，可惜。哦，找到，找到，找到。晃哦。哎，我找到虫卵就一堆水母来了，小心啊！现在怪怪又来了。别来，哎，没中。啊！我要死，我要死！我刚没错，我没错，我没错。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在我面前扔一颗 C4， 然后就爆炸了。哇！怎么样？乱七八糟。先召唤那虫卵还没放进去啊？放啊！茉莉在这里。茉莉在这。补补补一补，一个慌张啊 ！Oh yeah， 有虫卵有放到吗？没有啊，有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没。对啊，对，我想说，有人来帮我。我刚刚好一个，挖一个地方只有一颗，是不是？嗯，没错。OK， 现在还有两颗。对。只要那个地图可以看到，所以还好。嗯。哇，那两颗都在很远哦，感觉可以顺着，哎、欸，顺着这里先走啊，这里要走很远。这条还蛮长的啦，刚刚稍微走一百、公尺，走。哎，后面有好百米。没事没事，都跟上。Go go go！路可以多多点亮啊，就这里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边是我刚稍微走一下而已。哇，遥远遥远，怎么会不挖过？有可能啊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对，有比较靠近了，比较靠近了，我卡住了，哦，谢谢谢谢，继续直走过去，我挖一下小团，有花、啊，这边可以挖，小团先挖，小团先挖，你去挖土吧。哦，有土，看一下哦，侧边啊，你是有虫的声音，有有有，虫来了，啊，你盖在那里可以啊，
这边来挖，来挖他的蛋。挖蛋。蛋挖到，蛋挖到。妈呀，太多虫了吧！存进去了，存进去了。要先在你这边守一波吧。放蛋他们都会有一堆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注意哦。我要提升稿子伤害啊！神奇。打爆你！你用稿子敲啊？对啊，好用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就这样。巧克力，我知道另一颗。你要什么？蛋在这边。找到了。好，跟随着狙。走吧。哎、欸，你看两颗还蛮靠近的。那里。哎呦，你怎么？请助用。啊！庆祝用，庆祝用！哎呦，好哦，这真的很恶心哎！哎、欸，那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可以捡？哪个？很像魔术方块的东西。嗯。那个没关系，先最后一波喽，关键喽，一群重群，一定要盖哦。好，来了。这个啊。装饰的，装饰的。哦，是哦。应该是。我们先打完这波再按按钮吧。哎、欸，我存进去了、欸。哦，那可以存哦，那么酷。从哪来啊？听到很多声音哦，正面。哎、欸，是谁？后面，这边。臭虫。欸，抓人了，抓人了，抓人了！想抓我？欸，应该让你抓，被抓抓看哦。不用不用不用，知道那画面多好笑了。吃炸弹啊！爽。欸，你是斧头还炸弹、啊？都有啊，斧头是中剑。按到我感觉还 OK。对水母，空降舱77公尺，走吧。来，靠近茉莉，靠近茉莉，茉莉要准备走了。啊，他走另外一边。茉莉往前啊！大火跟上。来，我垫后，我垫后。哇！大量啊！哎呦，都过来了，认真。他会减缓我们的速度。抓抓绳索，抓绳索。是。我要被冰死了是不是啊？有那个水母，有水母。哎、欸，脱困。哎、欸，我怎么了？我是被抓了。被冰起来了。我被冰起来。对，要按 AD。哎呀，我挣脱，谢了。哇，这边怎么多？这样，空降舱在上面。这是谁？哎、欸，门关起来，关门。哎、欸，关闭啊！我还在外面。做好了、啊。我还破冰进来。你知道吗？我刚刚一进船舱，看到橘又坐在那里坐好的。辛苦你测试安全带啊，橘。没有你，我们好不安全啊。